好，谢谢您。好，谢谢您。哇，青萝卜丸子汤，对吗？汤泡饭加菜汤。这是在方上刚一顿不扯的话，今天挑战一把，100块钱吃四菜一汤，好像就在前方，好像就是这里。您好，两位，饭好吃的。啊，菜慢啊，不着急，不着急。您看看菜单吧，哪个好吃？您这都是家常炒饭，都香。再来个汤，四菜一汤，吃了，吃了。15平米，最多15平米，我这羽绒服都没地儿搁。对面爷要的是香菇肉片盖饭，岳哥买饮料去吧，要不？弄个饮料，等半个小时，嘴怪干的。骗人，绝对不骗天人。说半个小时，等了快一个半小时。上来个香菇肉片，米饭啊，米饭绝对量大的。勺吗，大哥？这直接上勺了啊，搁米饭上，再来一勺。香菇倍儿弹，肉片用的是五花肉，香菇味儿、香菜的味儿，还有点香油的味儿。这个炒的绝对家常，这个这必须得浇米饭上吃。哎，你看这用的都是啊，也都味儿。行点行吗？还蘸点蘸点。哎，我只行，现在都是米饭。哎，下面不是油，那下面不是菜汤，就是家里炒菜的那种菜汤。好，谢谢您。这一盘炒两样，肉片、竹竿、虾子、绿色，还有两片胡萝卜，那块肝。这肝口感不错哈，肉片。这份好像20，混的不少啊，还放了蒜末，整个这个味儿就特别家常，特别特别家常。底下也是菜汤啊。都是菜汤，弄点这菜汤和米饭，看了吗？这下不太好了吗？这个回口也是甜，甜面酱的那个甜，这行这个，这醋溜白菜，这日子口必须弄白菜。这个没嘛甜味儿，这个，这白菜帮绝对脆啊！哎，好像搁点肉汤就会了。我总觉得要是再搁点辣段，这就更好了。你还要米饭吗？啊，您拿这碗盛就完了，少刷一个您。你再拨着，鱼香鸡丝，鸡丝、胡萝卜、青椒、木耳。这也是家常菜啊，嗯，也菜汤，口感确实不是那种拿油过出来的。这米饭有点硬，然后带菜汤，菜汤和米饭。啊，这米饭太多了，一会儿剩了点泡汤。好，谢谢您。哇，青萝卜丸子汤，哦，没放姜您这丸子。这好多顾客不吃姜。但是您这没放姜啊，就对我们吃姜这种人来讲，就觉得可能少了这么一层味道。这直接来一勺，直接搁我这碗里，再来点汤。嘿，青萝卜丸汤泡米饭，胡椒味儿搁的够。这个汤淡，这个时候菜汤就发挥它的作用了。这不就家里不就对吗？汤泡饭加菜汤吗？这菜汤一放，这小味儿挠上来了。今儿消费94。